38岁嘅内地女星孙俪，体重常年维持喺45公斤或者以下。之前佢就分享过自己纤体嘅秘密，就系一星期当中有2日会进行16:8断食法，一日当中有8个小时可以进食，其他时间都要断食。大约3至4个月就可以见到成效。除咗断食，孙俪最近仲公开咗佢嘅晚餐餐单，有照烧红萝卜同埋红枣水，少油低脂。食物摆盘虽然就好靓啦，但系份量实在太少啦。网友纷纷留言话佢太严格了。